这一座围墙仅十几米高，却号称万仞。在围墙的里面，最初不过是一位平民居住的三间草屋，却被誉为宫。2000多年以来，几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怀着无限敬仰朝圣般的心情，即便是皇帝也要下轿下马顶礼膜拜。春秋时候，鲁国司马叔孙武曾说，子贡比他的老师贤明多了。子贡听到之后连忙反驳，如果以院墙来作比，我的墙和肩一般高，趴在墙头就能窥见我的学问和德行，而老师的墙高数仞，不入其门就根本看不到其中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彩，也不知道里面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到了明代，数仞已经不足以表达人们对这位先圣先师的敬仰，于是胡赞宗题写了万仞宫墙的石额，镶在院墙的正门之上。这位至圣先师就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曲阜的孔庙、孔府和孔林，世人统称三孔，在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实名至圣庙，以避圣人名讳，是祭奠孔子的宗庙。孔府实名圣府，为孔子后代居住的府邸。孔林实名至圣林，是安葬孔子及其后世子孙的墓群。三孔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经过2500多年不断的修整和扩建，达到了今天的恢弘格局。这片土地曾经历了无数的兵灾战火、王朝更替，数不尽的城池楼阁在动荡中灰飞烟灭。然而这一间庙宇、一座府邸、一片墓林，却神奇地矗立了2000多年。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孔子死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帝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规模。孔庙内共有9进院落、殿、堂、坛、阁460多间，门房54座，碑亭17座，占地面积约218000平方米。每年都有无数人来这里祭拜孔子，对这位影响中华文化2000余年的圣人表达无限的敬仰。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曾经修建过孔庙，尊奉孔子以及他所代表的儒家。如今世界各地尚存的1000多处孔庙，都是以这里的建筑作为范本。孔庙门房林立，门额的内容
多为对孔子的颂扬与尊崇，或者直接来源于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孟子曾经这样评价孔子：孔子，圣之始者也。孔子之位极大成，极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之也。前一句是孔庙正门圣石门的由来，而后一句中的今生欲振，则是用音乐比喻孔子的思想。春秋战国时的音乐以今生始，以欲振终。在孔子诞生以前，华夏文明已经过了2500年的漫长发展，不断积累与演变的华夏文明至孔子而得以集中展现。今生欲振，显示出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无上地位。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房就是今生欲振房，房顶有辟邪防凶的朝天吼镇守。穿过今生欲振房就是灵星门。早从汉代开始，祭灵星成为祭天使的头等要事。孔庙设立灵星门，寓意祭孔如同祭天。灵星门建于明朝，原本是木质结构。清乾隆19年，孔庙修整时换成了石柱铁梁，四根石柱上驻守着四大天将，守护天门。这些门房的匾额中，最有意思的是至圣庙。至圣是指至圣先师孔子，其中至字上面少写了一横，没有封顶，意喻孔子的圣贤至高无上。经过一道道门房，穿过一进进庭院，就进入了孔庙的内部。从古至今，无论是布衣平民还是帝王将相，很多人都将孔子看作救世神明。明成化帝著述立碑，宣扬孔子的思想是万物各得其所，天下昌明的根本，就好像每天不可或缺的吃饭穿衣。碑文中提到，天生孔子，纵之为圣，生之安行仁义忠正，师道兴起，从游三千，往圣世纪。这是历代帝王对于孔子的最高评价。如今这幢石碑，同洪武、永乐、弘治等其他三幢明代帝王碑刻一起，矗立在孔庙之中。明代四碑之后，就是孔庙中最著名的碑刻群——十三碑亭。十三碑亭位于孔庙的第六进庭院，专为保存帝王御制的石碑而建，因此也叫御碑亭。亭中至今存有碑刻55幢，为唐、宋、金、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所刻。碑刻多以碧玺为肤，碑文的语言则由汉文、八思巴文、满文等多种文字刻成，内容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祭孔子和整修孔庙的记录。孔子死后的2000多年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孔子的认同跨越了民族和语言的局限。孔子的谥号大成至圣文宣王
就是元代的蒙古统治者所封。相传清朝康熙年间，清圣祖也想要在孔庙修建碑亭，立碑祭孔。为了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康熙皇帝要求自己的碑亭不小于其他历朝历代的碑亭。然而由于规模有限，当时的孔庙已经实在难以容纳更大的碑亭。为了能完成康熙的要求，工匠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将碑亭的重檐斗拱探到了已有的建筑间隙里，形成了今天被当地人戏称为勾心斗角的建筑样式。在明代碑亭与十三碑亭之间，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夔文阁。古代夔星为二十八星宿之一，主文章。古人把孔子比作天上夔星，故以此为名之。夔文阁结构独特，设计巧妙，古时为孔庙的藏书楼，看似二层的结构中却内藏夹层，结构精巧，玲珑剔透。明二暗三的夔文阁充分利用了空间，对之后的建筑影响深远。夔文阁之后便是孔庙最重要的一座门房——大成门。大成门三门并列，黄瓦彩栋，左右分别为金生门和玉振门。门前的龙柱富丽堂皇，门上的匾额为清雍正皇帝的御笔。檐下的雕龙丹壁神圣庄严，门上更有标志阳极之数的108颗黄铜门钉，这一切都彰显着大成门特殊的地位。走进大成门，一座黄瓦朱柱、十字结脊的重檐方亭迎面而来，这就是杏坛。相传这里曾是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庄子《鱼赋》篇中记载，孔子游于兹围之林，修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古琴。如今当年的情景早已不见，止于一座始建于金代的方亭。亭内藻井以细小斗拱装饰，彩绘金龙绚丽多姿。亭下有金代党怀英的篆书“杏坛”二字碑及乾隆“杏坛”赞碑。亭前石炉雕刻精美，是金代文物。流连其间，仿佛仍旧能听到当年的书声朗朗，琴音绕梁。孔子三十岁就开始居家授徒，教授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全方位地培养文武双全、境界崇高的翩翩君子。启发式教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他的教育理念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在现在依然备受推崇。穿过杏坛，就是金碧辉煌的大成殿。大成殿是至圣庙的主体建筑，也是祭祀孔子的正殿。最早建于唐代，因宋徽宗尊崇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遂改名为大成殿。
与泰山岱庙的天矿殿、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并称中国现存的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大成殿前檐下共矗立着十根龙柱，镂空雕刻，气度非凡。这十根龙柱为明弘治十三年敕调徽州工匠刻制，清雍正二年孔庙大火后重刻。龙柱全为深浮雕，每柱二龙上下队伍盘绕飞腾，中有龙珠似雕云雾，柱子上的空闲处还镶着山石波涛，十根龙柱相互对称，各柱之龙均具变化，无一雷同，造型生动，雕刻剔透，刀法刚劲。阳光照耀下，只见攀龙飞舞，而不见柱石。每当皇帝来此出巡拜祭，龙柱都要用红布包裹，避免禁忌，也表达了对帝王的尊重。大殿神龛里供奉的是孔子的彩绘塑像。殿内还镶满了称颂孔子的匾额，铺天盖地，目不暇接。孔子的教育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士大夫治国的政治格局。孔子死后两百多年的汉代，汉武帝刘彻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在治国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士大夫们对孔子无限尊崇，使孔子获得了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尊称，也使一直追随着他的学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在大成殿两侧的东西两武内供奉着一百多位先儒先贤，上自春秋，下至清末。先儒以传经授业为主，是将儒家学派发扬光大的先师先圣。先贤以明道修德为主，是儒家所培养的翩翩君子，德高望重。孔庙内还星罗棋布着众多殿堂别院，其中的种种典故表达了后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敬仰和传承。熟师明理是对翩翩君子的基本要求。孔子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礼作为一种途径，目的在于涵养人的气象，拓展人的胸怀，最终升华人的境界。学诗学礼成为了孔子后代的祖训，诗礼传家，并且建立了诗礼堂，以铭记这一谆谆教诲。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他的政治思想始终无法实现，于是退而教化弟子，
并整理六经，他希望通过对弟子身体力行的教育以及著作的代代相传，教化天下，最终实现垂拱之治的社会秩序。在他死后，儒家的地位也曾波折起伏。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第九代嫡孙孔父担心这些经典的失传，冒死偷藏了《论语》《尚书》等书简在墙内。后人为了纪念他，特意修建了这面象征性的墙壁。鲁壁碑中的壁字上多了一点，体现了壁中藏书的寓意。千百年来，无数人信仰并维护儒家思想，而鲁壁正是这种传承和维系的象征。大成门后的先师手执桂，也常常作为孔子思想延续的象征。先师手执桂位于大成门内东侧石栏内，树东石碑是明万历年间杨光训手书。古桂挺拔高耸，树冠如盖。据记载，古桂原为孔子亲手所植，今存桂树为清雍正十年于古树桩下复生的新枝长成的。孔庙的孔子故宅里保有一眼古井，据传为孔子当年的吃水井，以雕花石栏维护，内立明代孔子故井碑，井水既清且叠，被称为圣水。清乾隆十三年，高宗祭孔撰故井赞，于井西刻碑建亭，这是孔子生前简朴故居里唯一尚存的先圣遗迹。从汉代开始，孔子的后人就得到统治者正式的封赏，成为拥有大量土地、享受特权的圣门贵族。1055年，宋仁宗封孔子的46代嫡孙孔宗院为衍圣公，这一封号延续了近1000年，穿越了几个朝代，更得到了不同民族统治者的认可。明清时，当时的统治者还授予衍圣公在紫禁城骑马以及在皇宫御道上和皇帝并行的资格。连续千余年的世袭爵位，尽享荣华富贵，孔氏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家。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赐命在故宅东面修建新的衍圣公府邸，经过多年的扩建和维修，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如今的孔府占地面积16000多平方米，共有院落9进，厅堂463间。孔府沿用中国传统的前堂后寝制度，前堂部分供处理公务会客之用，是对外活动的场所，后寝部分是家族生活的场所。孔府正门粉壁黑瓦，门前立有一对2米多高的石狮，红边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皴泥瀑兽，
并有门神守护，正门的上方悬挂着蓝底金字的圣符匾额，相传为明代严嵩所书。门旁的对联是玉国贤修，安抚尊荣功府地，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副对联相传是清代纪晓岚的手笔，文佳字美，形象地说明了孔府在封建社会中的显赫地位。二门里的崇光门，因明嘉靖皇帝御赐恩赐崇光的匾额而得名，是官爵极尊才能使用的垂花门。此门只有在重大祭孔仪式或是皇帝驾临时，才能在十三声礼炮声中打开，平时只是起到隐蔽的作用。崇光门两侧是孔府办事机构，设立六厅，模仿中央六部，所有各厅长官均由正七品或正六品充任。崇光门之后便依次坐落着孔府的三堂。大堂是孔家族人迎接皇帝圣旨、接见官员、审理案件以及节日庆典举行仪式的地方。大堂中央有一八宝暖阁，以前狭长高大的红漆宫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印盒、签筒等。堂内两旁及后部陈列着正一品爵位的仪仗，还有一些象征其封爵和特权的红底金字官衔牌。每当衍圣公出行时，都有专人执掌仪仗，以示威严。大堂和二堂之间有两条红漆长板凳，又叫阁老凳。据说明代权臣严嵩被弹劾治罪时，曾来孔府请求衍圣公向皇帝说情。严嵩在板凳上坐了两个时辰，衍圣公也始终避而不见。坐冷板凳这一俗语由此而来。二堂是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员，即受皇帝委托替朝廷考试理学、乐学同声的地方，也叫后厅。正中上下挂着亲承圣序和诗书礼乐的大匾，两旁立着几块石碑，其中慈禧太后手书的寿字碑、九桃图、松鹤图等，是清光绪二十年衍圣公孔令仪及其母其妻专程赴京为慈禧祝寿时赏给的。三堂也叫退堂，堂前庭院内两棵冲天挺拔的苍桧并立两旁，又有数块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分布其间。这里是孔家处理内务和接见四品以下官员的地方，也是他们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三堂之后，出了第三道大门，便是内宅门。孔府后半部分的内宅与前半部分的官衙在布局建构上很不一样，比起官衙的宽敞宏伟，内宅则是曲径通幽，戒备森严，日夜守卫，连挑水夫也不得进入内宅。内宅门西侧特地修建了石榴，
只要挑水夫把水倒入槽内，就可以流进府内。为保证内宅的安全，清朝皇帝还特赐兵器，如遇违令硬闯者，打死勿论。孔府内宅门的内侧会有神话中的怪兽饕餮，也有人说是名叫贪的怪兽，它贪得无厌，连八仙的宝贝都据为己有，甚至妄想吞下天上的太阳。孔府主人将它绘在醒目之处，告诫万代子孙不要贪赃枉法。据说当年衍圣公出门时都要在此驻足观看，并有人喊过贪门，警醒自己要清正廉洁。孔府后花园又名铁山园，园内虽然没有铁山，却有形似山峰的铁矿石，传说是从天而坠的陨石落在院子里，吸收了天地精华，渐渐长大，象征着孔府的兴盛发达。作为持续2000多年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孔氏家族所依靠的不仅仅是一位圣贤先祖，同时也有每一代孔家人的奋斗。孔子后人中有许多名人志士，二世代孙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文学家孔融，32代孙唐代著名经学家孔尹达，64代孙清代著名戏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不胜枚举。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后葬于鲁城北寺上，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天下绝无仅有的家族墓林。孔林占地2平方公里，有孔氏后裔墓冢10万余座，其规模之宏大，历史之绵长，世界罕见。从曲阜城北门到孔林大门，这条笔直的大路是祭孔典礼的必经之路，孔林神道。神道正中立有万古长春坊，万古长春坊建于明万历年间，清雍正时加固重修，石质结构，6柱5间5楼。房中有万古长春四字，万古长春寓意孔子的思想永世流传。石额上2龙戏珠，双凤飞舞，花团锦簇，祥云缭绕，还有麒麟、骏马、斑鹿等瑞兽相伴。走过万古长春坊，穿过至圣林的牌坊，就进入了孔氏家族的墓园——孔林。整座墓园被朱水河横穿，传说由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所挖。河上架有朱水桥，朱水桥坊两面均刻朱水桥三字。
朱水桥北部不远处是祭孔时摆设香坛的响殿，也就是每次祭孔大典的起点。通往响殿的甬道上，望柱、文报、角端、翁仲夹道而立，庄严守卫。据说在孔子生前，文报和角端就围绕在他身边，陪伴辅佐他。在孔子死后，他们也要伴随孔子，守护他的墓园。响殿背后的园子里，就是孔子墓。孔子墓以马列峰这种独特尊贵的柱木形式建造，显示了后人对孔子的无限尊重。墓前的矮墙遮住了大成至圣文宣王中王字的最后一横，避免了帝王前来祭拜时的尴尬，体现了孔家后人的礼教恭谨与机智聪明。孔墓左边是他的儿子孔鲤之墓，前面是他的孙子孔吉之墓。这一种墓林布局形式意欲携子抱孙，其乐融融，用以彰显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构想，以家为基本单位，以孝悌为伦理基础。圣人辞世时，众弟子悲痛欲绝，守墓三年，共同缅怀先师。三年后，子贡仍舍不得离去，又继续守墓三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相传他的哭丧棒也长成了参天大树，被称为子贡手之阶。此树在明代枯死，如今仅存树桩。想要来此祭拜孔子的，不仅有他的弟子后人，更有历代的帝王。如今孔子墓的东侧仍立有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三座铸币亭，作为帝王祭拜孔子的见证。孔子弟子及后人在孔子墓地周围栽种了很多珍奇草木，形成了今天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孔林。存活至今的古树有20000余株，现在的孔林主要分为明木群、青木群两大部分。孔子的很多后代都埋葬在这里，共有墓冢10万余座，墓碑3600多块。孔林中有一处牌坊格外独特，栾荫宝德坊。此坊为纪念孔子第72代孙孔宪培的夫人于氏而立。于氏事实上是乾隆的女儿，由孝圣贤皇后所生。据说格格脸上有块主灾的黑痣，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也就非孔家莫属。为了避开满汉不通婚的清代民族隔离政策，乾隆将女儿寄养在中堂大人于敏的家中，以于敏女儿的名义嫁给孔家，因此后人称她为于夫人。
孔子曾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治，中国入夷狄，则夷狄治。在他的心中，并没有狭隘的国族概念，而是一种对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宽广包容。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伟大，而是他所传承的华夏文明的广阔。上古2500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孕育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而儒家塑造了其后2500年的中国文化内涵。5000年的中华文明，是孔子肩负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普世的精神动力，深刻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温良恭俭让，还是仁义礼智信，孔子教会人们用唾手可得的生活方式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在礼坏乐崩之际，担负起家国复兴的责任，在富强昌盛之时，避免了骄奢淫逸的堕落。于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在无数的战争与异族侵略中全身而退，能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奢靡盛世中一世独立，成为今天世界上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孔子的故乡曲阜，因而成为了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中心与源头。2500年来，无论战火烽烟，人们总是竭尽可能地维护这里。他们维护的不是建筑本身，而是通过维护神圣建筑，维系了古老悠久的精神信仰。